说。我奇葩，何时这么不痛快过？都怪这个李兄。是我。王妃。我不想看见你，如果你有什么话要说，赶紧说完就走。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，无论你是否愿意原谅我，无论你是否允许我在你往后的生命里存在，我今天都要试一试。干嘛？一来就想套路我？你跟我去宫外走走，就我和你。我知道你在宫里待久了有些苦闷，所以昨晚奎木狼已经带我出去过了，我不闷。那我但是如果要是你换个地方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好啊，都听你的。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怎么又成闷葫芦了？我想说的话太多了，不知道从何开口。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先回去了。七八，对不起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律法做什么？其实你也不必跟我道歉。你毕竟是奎木狼的手下，陪在我身边演戏是你的工作。不是的，奇葩，虽然我是有些事情骗了你，但是我对你的好是真的，不是演戏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这段时间你一直对我不理不睬的，我心里有多难受。但是奇葩，我想告诉你，虽然我身份变了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或许可以继续试着相信我。好，我信你。那你能帮助我逃离化兽吗？你又敢保证我每次有所行动的时候你不告诉奎木狼？我你不能。奇葩，虽然我李兄，李兄。